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是你的钢琴声带我来的。是岳峰告诉我的。他说你病了，还住进了医院。你瘦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大家要互相鼓励，不管怎么样，
我们都是朋友啊。快要毕业实习了，所以特别忙。我帮你烧点水喝吧。看看你的手。是不是已经不像弹钢琴的手了？春姐，你们，哎，你也在这儿？那个，哎，我正说找一天替顺景庆祝一下呢，你也来吧。我最近忙着毕业实习，可能这段时间没有什么空。有时间还是来吧。啊，我看看吧。哎，这是你家？当然了，不是我家谁家？珊珊，我们家人都睡了，轻点。珊珊，你们家的门都是铜做的，这你也能看出来啊？对，本行。啊，那帮我拿着。把包给我。好了，我到家了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回去吧。子浩他不在，上班去了。上班？他这么跟你说的呀？嗯。怎么从来不见你去上班啊？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。那种工作，不用找。他没告诉你他在哪上班吗？我可真羡慕你啊。他对你真好，他是怕你知道他在街头卖艺，你心里不好受。街头卖艺？对呀。当然了，一个富家大少怎么能站在街头卖艺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啊？明天他再告诉你上班的时候，你跟出去看看不就行了？小金今天来找过你了，他找我干嘛？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。他说了你也别听他的。子豪，你在哪上班啊？
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翻箱倒柜的。这是什么？喇叭吗？这叫小号。小号，你会吹吗？小时候吹过，好久没吹了。那你吹来听听啊。不知道还会不会吹了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吹来听听吧。好。比小时候吹的差远了。这一杯，为了顺你的健康，我先干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给干一杯吧。你踹我干嘛呀？哎，他们俩不能老这样吧？哎，你自己说说。子浩，你也别这么看我。大伦，你也别将我。这件事情呢，我跟顺景还有叶子，我们都说清楚了，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朋友。从前的事大家都没错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顺景我们在同一起点上。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尊重叶子的选择。今天酒喝多了啊，所以话比较多。来，顺景，我们喝一杯。来，来。子浩，谢谢你。今天白天我全都看见了。子浩他为了我，一直在外边卖艺。卖艺？哎，卖什么？哎，子浩，你卖什么呀？不光为你一个人，卖艺没什么不好的。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。说的对。其实是子浩让我认清了自己。从回国到现在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让我觉得很迷惑。人长大了，可能自然就会有很多的烦恼。也许你们跟我一样。或许比我的生活压力还要大，但我总是想，我们四个兄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该在一起，就像我和子浩现在一样。有了音乐，有了朋友，再艰难的日子我们也会苦中作乐，从中找到希望。在医院的那段日子，让我有机会想起了我们四个从小的很多很多事情。我觉得那段时光真的让我很难忘，真的很美好。对了，我写了个小曲子，蛮好听的。
哎，哎，带你们去个地方，想不想去？去哪儿？跟我来。快点！哎，这怎么变矮了呀？那是你长高了。快快快快！好了，开始吧。嗯，开始吧。坐吧，我们开始吧。你坐吧，别客气。你的事儿没有人再找麻烦吧？没有，谢谢你。年轻人，凭你的才干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到街头卖艺了，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介绍。谢谢您的好意，我看不用了。我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。而且，在拉琴的时候，我能找到快乐。我出来了。什么？我离家出走了。你不相信呢？那你东西呢？什么东西啊？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？我没带东西，不过我偷了我爸的钱。你现在马上回家。哎，你必须回家。我就不回家。哎呦，我的大小姐。我都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
这世界上有很多事你是不明白的。你别以为你自己见多识广，好像什么都知道。你知道拆白党吗？拆白党，我知道啊。拆白党就是那些专门骗女人钱财的坏男人。对呀，骗有钱的太太和富家小姐。他们先让一个小白脸去接近那些女人，然后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开心，这样他们就离不开他们了。到后来，这些女人会越陷越深，就是他们最倒霉的时候了。对，然后骗他们的深爱，骗他们的感情，然后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，我都知道。我就是拆白党。不是所有小白脸才是拆白党，像我这种能说会道的也是。我觉得不是，绝对不是。还没到，这家伙每回都迟到。走吧，别等了，先上去吧。走吧。又到了啊！哟，大伦，没坚持几天，怎么又开始迟到了？哦，这不赖他，要赖就赖我，是因为我大伦才迟到的。哎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欧阳珊珊。哎，这是周子浩。你好。这是郭顺宁。你好。王岳峰，哥们，哥们啊！哎，我可不敢当。哎，你随便找一地儿啊，我们排练。老板，再拿一个胡椒。这儿有，这儿有。叶子姐，你的胡椒。以我们现在的水平啊，可以边卖艺边排练，一举两得嘛。是啊，其实卖艺呢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，也算是对观众的演出吧。说的有道理，我啊找人给你们捧场。大小姐，你吃你的面行不行啊？哎，你们待会儿谁送叶子回去？谁都不用送我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叶子，哎，你等会儿。干嘛？你过来呀。叶子，嗯，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啊？能不能让他在你这儿住几天？当然可以了。谢谢。那你呢？我哪儿都能混，没关系啊！谢谢你了，叶子，走吧。走吧，珊珊。哦。你和岳峰做的太那个了，虽然是公平竞争，可是你们为了对方都得往后闪。叶子心里会这么想，我明白，那又能怎么办呢？友情和爱情两方面我都不想割舍。即使你跟叶子真好上了，岳峰也不会怎么样的。你们不是都谈清楚了吗？话说是这么说，可是他心里肯定也不好受。你想太多了，这样下去反而不好。哎，你呢？最近没看见你跟汝文在一起，你们俩到底怎么样了？跟你想的不一样。真有妹妹这种女孩，最好主动一点。她大小姐脾气总端着自己。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你还不了解她吗？我现在没有资格追求她。等到我出人头地的时候，我会跟她说的。到时候可就来不及了。
我现在跟他不在同一个台阶上，我配不上他。子浩，如果你真喜欢我妹妹，你们真心相爱的话，有什么配不配的？顺姐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不会伤害她的。让我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不行，你不能进来。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。你要是进来，我就喊人了。我真的喊人了。黄淑仪，这就是你的名字。来，你写一遍。来，这样拿笔。大厂大姐说了，刚开始都这样，等以后结了茧子就好了。我知道，不吃苦怎么能在大上海立住脚呢？没什么，继续教我写字儿吧。有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突然想见见你。谢谢。总是想找个机会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对啊，你们都很忙。我是想告诉你。我倒水给你吧。难得你今天这么有空过来看我。也不是，我是想，我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还好吗？你说呢？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关心你。我们是谁？还有岳峰，他也很关心你。你也知道，岳峰是我从小一起最好的朋友，比亲兄弟还要亲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和他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些，
知道了，我走了。不好好写字，看着我干嘛？你还说我呢，你不也这样？写的不错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谁呀？叶子。你怎么知道他叫叶子啊？什么人喝醉了酒叫过他的名字，被我听到了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他曾经是我的女朋友。曾经？我的一个好朋友也喜欢他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没办法，顺其自然呗。那你是不是还想跟他好啊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写字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四个人的水准啊，跟顺景说的那些国外的老黑也差不多了。哎，顺景，你说呢？有点意思。不过现在我们还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挺带劲儿的，比我一个人拉琴有意思多了。哎，这就叫互相带动，互相感染。要不，咱们四个人出去也演演出，兴许还能赚点钱呢。哎，这行吗？这怎么不行啊？通过演出，我觉得还能锻炼出我们四个人呢。论我们现在的水平嘛，还只适合在街头演出。那也成啊。可是现在街上可挺乱的，我们就这么上街，可得小心点。我认识的人多，我来摆平吧。那赶快行动啊！哎，顺景，你说呢？嗯，还别说，在国外的黑人乐队啊，起初啊都是在街头巷尾演出。你看。静哥，怎么样？你说的几个朋友就是他们？那几个都是跟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。哦，那约好和我拉琴的日子别忘了。知道，不会忘的。子浩，那个人是谁啊？一个朋友。数完没有？拿走。你怎么会认识他们呢？小青介绍。嗯，这人你认识吗？金哥，走。我。哎，谁帮我搬鼓啊？小姐，车还没到。宋杰。哎。
吃热乎了。叶子姐姐，你到底想好了吗？什么？他们两个人啊？哎呀，你总得拿个主意呀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们两个都躲着我，也许我们只能做个普通朋友吧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俩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其实我觉得你是喜欢我哥的。喜欢就说嘛，你应该学我，主动告诉他，他就会有勇气来追求你了。像我喜欢史大伦，我就直接告诉他了。珊珊，你喜欢大伦什么？大伦和我所接触的人不一样，他善良、热情、不虚伪。可是他有很多很多的毛病，但在我眼里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可爱。叶子姐，我觉得珊珊说的有道理。我哥这个人从小就挺内向，很拘谨。你要是不逼着他，他是不会主动说出来的。我哥要是有周子浩的一半主动就好了。周子浩一半的主动？周子浩怎么主动了？说来给我们听听。对了，你哥也常跟我们说起你跟子浩的事儿，现在你们怎么样了？今天在说你的事儿呢，别转移目标啊。对对对，不能转移目标，赶紧告诉我们你到底喜欢哪一个。我真的说不好，也许我还是应该离开一段时间才对吧。岳峰，你去送叶子吧。你顺路你送吧。哎，你还是送我。哎呦，你就是你谁都不用送我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喜欢这样。我是个人，不是你们推来让去、表现你们兄弟友情的砝码。这么做，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不想再见到你们。哎，又在想叶子的事儿呢。我们是太过分了，以为这样做就是对他好。就是嘛，过分的谦让只会坏事儿，你和王岳峰都不明白这点。叶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孩，她当然会觉得自己受伤害了，这时候需要勇气。你明明爱着叶子，却永远在退缩。那是因为我想尊重叶子的选择。你们俩都这样，你让她怎么选择呀？嗨。叶子，你嫂叶子，她搬走了。
你怎么才来啊？叶子他不见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去他家里找过吗？找过了，房东说他搬家了。我找了一天，他可能去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都没有找到他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，云峰？哎，一起去吧。快，我们去哪儿找他？叶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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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子。你说叶子他会去哪儿啊？你干什么？顺姐，你再好好想想吧。不用找了，我了解他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神经病！你说这岳峰也真是的，嗨，要不你抽张牌，我算算他们在哪？你算得出来吗你？哎，为个女人值得吗？让。